截止12月21日22时，地震累计造成海东市31人遇难，3人失联。各医疗机构累计收治226人，其中死亡31人，受伤195人。目前在院治疗166人，累计出院7人，门诊随诊22人。海东市集聚各类人财物资源，认真组织开展群众转移安置、救灾物资调运、救助补助发放等工作，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。